好，我看这里哦，麻烦翻译把它化解。他说把晒十度加晒二十度加晒三十度，一直加到晒的360度。你去想象一下啊，这个角度哦，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一直加，加到360度。换句话说，角度是这样，整整每隔10度，对吧？哈，说绕一整圈回来，行不行？来，老师想一想，这里怎么算？哎，这里算的时候，麻烦你抓住一下一个观念，好不好？我们根据象限来区隔这些角度，好不好？那你观察一下，晒从10度开始，晒20度，加到晒80度，这些角度全部都在第一象限，对不对？好，把晒90度给提出来，所以一样。从晒100度开始，加到晒几度？160度，加上晒几度？170度。这些角度从100度到170都在第一象限，第二象限，把晒180提出来。好，继续，从晒90度开，190度开始，加上晒200度。加到晒260度，这些角度都在第一象限、第三象限，提出晒了270度。再来，从晒280度开始，加到晒几度？340度，加上晒几度？350度，这些角度正在第四象限，我们再提出这些晒360。换句话说，注意听，你把角度把10到80第一象限，100到170第二象限，对吧哈？190到260第三象限，280到350第四象限，把这些角度按照象限把它分开，之后这些90度、180、270、360，对吧哈？把这些象限角独立起来，之后你看哦，好，第一象限没问题。那老师问你，那这些角度都在第二象限，第二象限空化略角可以170、180减10度，第二象限晒取什么号？整号。160、180减20度，第二象限晒取什么号？整号。100度、180减80度，第二象限晒取什么号？整号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看这个190，麻花略角。180加10度，晒10度，第三象限晒取什么号？负号。200度，180加20度，第三象限晒取什么号？负号。你把这些全部画略角，180加80度，第三象限晒取什么号？负号，行不行？再来，你看这边，350度画略角，360减10度，晒10度，第四象限晒什么号？符号，340度，360减20度，第四象限晒什么号？符号，280，360减80，第四象限晒什么号？符号。你发现到第一象限都是正的，第二象限都是正的，但第三、第四都什么号？符号，两个正，两个负，刚好全部加起来，一正一负，一正一负是刚好全部相消，所以说这全部相消都是几何？零了，所以说我只要算这4个数就好了，可不可以？晒90度是几？一。我主管。晒180，零。现在是几？晒270度，五一。晒360度，零。所以说全部加总起来，告诉我答案会是几？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里我们用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角度从10度到360度的时候，它完完整整经过几个象限？4个象限。对晒来讲，一二象限都什么号？正号。三四象限都什么号？负号。那一二是正的，三是负的，所以一二和三四全部消掉，对吧？所以说我只要算这90、180、270、360就好了。各位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